姐妹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现在是6:25，将近26分，我们可能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用方言来祷告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有新的一天来敬拜他。我们先用方言，用悟性来祷告，预备自己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。哦，是的，天父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主啊，来到朝见你，主啊，求你向我们扬脸，主啊，求你使你的光光照我们的心。哦，沙卡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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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把水给哩哩哩哩哩啊哒哒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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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主啊，我们全心的来敬拜，主啊，我们要更深入的来敬拜。圣灵，早上我们欢迎你，这时候造访我们的心。圣灵啊，求你充满我们的心，谢谢你，圣灵。哦，天父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哦，早上主啊，让我们来饱尝神在你的爱中，主啊，你的慈爱，
主啊，你的恩典再一次的浇灌下来，主啊，叫我们的心，主啊，得着舒缓，主啊，得着这个舒畅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要敬拜你。天父上帝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每一早晨都是新的，主啊，每一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有新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昨天已经过去，主啊，今天是新的一天，主啊，昨天无论我们多么的成功，主啊，或者是跌倒失败，主啊，今天是新的一天，主啊，我们为着这新的一天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新的一天完全的献给你，求主你来带领。主啊，我也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口这时候张开来赞美你，我们的手举起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全人全心都经历你。圣灵，我祷告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主啊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主啊，不是空间的问题，而是主啊，我们的心与你相连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感受到你真实的同在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主啊，祷告祝福所有在线上与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一起每一天早晨，主啊，来灵修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叫我们的生命每一天，主啊，因为这样子的来被神，主啊，你来浇灌，你的灵来浇灌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刚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成为得胜的基督徒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祝福我们敬拜还有听你话语的时间。奉靠耶稣的名祈求， Amen， Amen。 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，让我们这时候呢一起开声来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拍手一起来赞美。是的，神造了乐器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我们的双手，我们拍手来赞美他。我们的神已经作王，他在高天掌权，他永远掌权，依靠他必不知羞愧。要鼓瑟弹琴，吹号敲吧，用响亮的乐器赞美他，要击鼓跳的弟兄姐妹，让耶稣，让神今天在我们的心中来做王，依靠他，一起来。弹琴吹号角吧，用响亮的乐器赞美他。来向神呼喊，哈利路亚。Amen， 上帝啊，主啊，依靠你的，主啊，必不知羞愧，主啊，投靠你的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，主啊，不在你以外，耶稣，我们谢谢神，主啊，你是我们尊贵的王，我们今天早晨要来赞美你。
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。 Amen， 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爱你。我需要更多认识你，远超我的想象。我想要对你说，这些不虚假，我愿为你活，我愿一生跟随。我并无所求，我只要与你同行。主啊，与你同行。我只要与你同行。一起来宣告，弟兄姐妹。耶稣，你是我生命的救主。主啊，朝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对你说这些话，不虚假，我愿为你活，我愿一生跟随你。尊贵的王，我们来赞美他。继续来赞美他哦，保持赞美的心态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告诉说：耶稣，你是我生命的救主。主啊，成为我们的主，今天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全心赞美，耶稣，你是我生命的救主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我献上我全心赞美。Amen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主啊，我们要遵从你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。谢谢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何等的喜乐来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要告诉你说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主啊，我们要一生的来爱你，主啊，因为你先向我们展现了你的爱，谢谢你的爱，耶稣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早晨，主啊，让我们以这首诗歌献给你。愿你来喜悦，愿蒙你悦纳。何等爱你，爸爸天父，你无条件为我付出，牺牲爱子叫充满我，
宝血为我而流，洗净我罪，给我自由。你的爱是何等伟大，哦，我主耶稣，一生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早晨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得着完全的饱足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们，开口就来敬拜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敬拜你，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何等的爱你，主啊！因为你先向我们显现你的爱，主啊！今天早晨，我们把我们全人全心都献给你，一生来赞美你。赞美，哦，耶稣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得着你的爱，今天早晨大大的充满我们，亲爱天父，你无条件的爱，让我心。谢谢你，主啊，每一早晨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渴望就是被你来充满，主啊，唯有神你的爱充满我们，主啊，浇灌我们，我们才得饱足。谢谢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所以我们祷告，再一次的充满，主啊，求圣灵今天早晨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们。
使得圣灵早晨触摸我们的心，在这里呼求，呼求你的名。主啊，早晨向我们吹气，主啊，叫我们的心活过来，叫我们的灵活过来，来燃烧我们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再一次的充满，再一次的来充满我。哈利路亚，是我们的心，主啊，需要再一次
被圣灵浇灌，再一次的得着圣灵浇灌的能力。主啊，叫我们在这世代当中，主啊，活出真理。主啊，叫我们在这时刻当中，主啊，能够见证主你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祷告，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苏醒过来。主啊，我们祷告每一天，主啊，我们这个基督徒，我们就要献上自己的生命。主啊，在这个祭坛面前，求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让我们成为常常为主火热、被圣灵充满、蛮有能力的基督徒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这个时刻，主啊，我祷告，主啊，这我们不论在线上，主啊，在哪里，主啊，在聆听的，主啊，我们一同领受圣灵的膏抹、圣灵的充满。哈利路亚，沙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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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向神来祷告，我们谢谢他，谢谢他的恩典，每一天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器皿，主啊，愿意被你来充满。主啊，好叫我们得着能力，好叫我们得着神你的祝福，能够走到世界，或者是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因为我们的早晨来到你的面前，得着饱足过后，主啊，今天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香味，影响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谢谢你，主耶稣。今天的早晨，主啊，我们要祷告圣灵，求你向我们来说话。今天早晨，圣灵啊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，主啊，我们的软弱，主啊，你也体恤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盼望神你向我们来说话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不管是讲的或者是听的，主啊，我们都在圣灵，我们这位伟大的老师面前来学习。求神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来敞开，向我们来启示。谢谢主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 Amen。Amen, Amen, 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有非常棒的敬拜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箴言第二十六章。第二十六章很清楚的啊，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呢，你会看见，箴言二十六章分成非常清晰的三大段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就是呢，它前面一到十二节呢是讲关于让我们不要成为懒惰愚昧的人。愚昧的人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他就用了四节，就是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他就讲哦，关于懒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讲关于呢，这个让增进的事情啊，或者是言语上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放了一个主题，就好，我们不要成为这三种人，我们不要成为愚昧人、懒惰的人。和爱增进的人 OK。 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今天我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呢，这个就是呢，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。怎样讲是愚昧呢？是当我去找圣经哦，在愚昧箴言常常讲愚昧，真的非常多都是在箴言。当我去寻找这个字的时候呢，愚昧人就是出现在箴言非常多。所以呢，在箴言书一章二十二节，他讲什么？愚顽人的人呢、啊，恨恶知识。所以呢，愚昧的人就好像是他不喜欢知识。然后呢，愚妄的人呢，他就把这个儿戏，就把那个他的恶行啊，当成是一个开玩笑这样的事情。十章二十三节这么说。但呢，我在研究的时候，我在学习的时候呢，我找到原来愚妄的人或者是愚顽的人哦。会愚昧的人呢、哦？圣经哦，以圣经的角度来看呢，其实呢，它有两个，就是呢，我列在这边啊、哦，这样说，圣经称哦，这两种人有两个解释。愚昧的人呢，就是呢，圣经称他为弃绝神恩典的人，就是拒绝相信神的人呢，人就叫他为愚昧人，英文叫做 foolish 啊，就是很笨蛋啊，就是愚昧的人。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那边这么讲到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认为愚拙，而在我们得救的人呢，却为神的
大能。意思就讲呢，但对于还没有信、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们认为啊，福音啊、神的恩典这些是愚拙的，是笨蛋才会去相信的。他们认为福音似乎是愚蠢的，哪里有可能一个人为你而死？没有可能的。对他们来讲呢，这些都是没有意义 ，doesn't make sense。所以，刚我在想的时候呢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跟人家分享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？通常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，我觉得非常多人会有起争议的，就是呢，我们在十一奉献。我自己本身也是，当我信了耶稣过后呢，我要遵守神的话语，然后呢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妈妈尤其是呢，她就会很担心啊，这样以后你工作会不会把你的十分之一给教会？她是用给教会，给教会。其实呢，我们是献上给神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我妈妈对他们来讲，哎，这是我们辛苦赚来的钱，为什么要给神？为什么要给教会？然后呢，他讲说，另外一点就是呢，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，祝谢祷告。然后我妈妈就会在旁边取笑我，她讲，哎，这餐饭是我做的嘞，这餐饭是我煮给你吃的，你应该谢谢我，不是应该谢谢你的神。但是呢，我就会告诉她说呢，我要感谢神，因为神供应我有好的妈妈啊，能够煮好吃的食物给我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于还没有得救的人哦，圣经讲这些愚昧的人 foolishness， 就是讲的他们还没有接受神恩典的人，就是弃绝神恩典的人。还有什么呢？对他们来讲，福音圣经的教导的 doesn't make sense。 还有什么是 doesn't make sense 的呢？在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生活当中，比如说神告诉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， doesn't make sense。 对他们来说，在还没有信的人来说，什么？我们讲说，如果你做初一，我就做十五，对不对？那你可能去爱我们的敌人？不可能的， doesn't make sense。 还有呢，还有什么？就是呢，可能守贞，在婚前拒绝性行为。如果你跟别人分享，可能在时代的人，他们讲说，哦 come on， 现在什么时代了，我们应该试一试试婚，然后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持续走下去。用姐妹，你看这一切呢，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，他们觉得基督徒是愚昧的，是笨蛋的。但是呢，在圣经的解释呢，其实呢，他们还才是真正的 foolish 的人，就是呢，愚昧的人。然后呢，另外一种愚昧的人是怎样的人？圣经称了，就是呢，他们信有神，是这些人真的口里承认相信有神，但是呢，却活在自己世界里，他是自己做自己生命主的人。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愚昧的人呢，是一个罪来的。愚昧的人呢，其实哦，不是他们大脑有的问题，而是他们的心。这样的人呢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上面有问题，而是呢，我们的心不愿意的来接受神的教导。这样的人，他们愚昧，这样愚昧的人呢，他们有能力掌握上帝的事物啊。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，但是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然后呢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这等人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样的人虽然口里承认神是活着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对上帝和上帝的事物呢，没有真正的恐惧和敬畏。这就好比哦，信耶稣的无神论者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词叫做 Christian Atheist？ 就是呢，信了耶稣的无神论者，虽然他们口里承认上帝是造物主，但是他们仍然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好像上帝没有存在。这样的人的生活方式哦，在知识跟他们的心中呢，有了二分化。他们的头脑知道哦，明白圣经，很了解，但是呢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呢，活不出来。然后呢，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就是讲我们常常讲的，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哦，就是从头脑到我们心脏，到我们的心里。虽然我们头脑的知识已经明白了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否真的接收到那个信息，是否真的能够散发活出那样的生命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来知道，圣经是这样子称呼愚昧人的。但是我要祷告的就是呢，神也用另外一群愚昧人，这是圣经讲的愚昧人，就是呢，神这个世人看为愚昧的人，就是我们信靠神的人。当我们敬畏神，当我们好好活出圣经的教导的时候，虽然在世人的眼前我们是愚昧的，但是在神的眼前我们却是被他使用的器皿。 Amen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样不成为愚昧人？接下来我要分享，我们要怎样不成为愚昧人呢？很简单，箴言呢第一章第七节这边是讲到什么呢？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。 我记得这是 一节、哦、我一信主过呢、开始背的前面几节经文、哦、因为那时候我很笨的、啊，我很想要得到智慧，所以呢，我就牧师就告诉我、啊、这节经文。所以当我们越敬畏神的时候呢，你的生活就越来越有智慧。我们不要成为这个傻瓜，我们也不要成为像罗马书所说的，虽然我们知道神，但却不敬拜他，不荣耀他，活着自己想要过的生命。上帝就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变成虚谎的，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本来神的恩典是先临到他们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的知识，因为对过去神明白神，他们觉得神亚伯拉罕的神是他们的神，他们知道最多，以至于呢，当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耶稣的教导，以至于呢，他们拒绝了神。所以神很清楚的交代说什么，就让他们这样子做，然后呢，以至于福音临到外邦人，临到还没有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之外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。 OK， 这是我们第一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第二呢，我要来看，就是呢，让我们不要做懒人啊，不要做懒惰的人。懒惰，当我在寻找的时候，他讲说懒惰或许是某人的生活方式，但他却是所有人的诱惑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，我读一次给大家听，就是呢，或许懒惰或许是某人的生活方式，但它却是所有人的诱惑。 Laziness, a lifestyle for some, is a temptation for all。 是的，我们很多人，我们的内心哦，我们其实都会有懒惰的这个惰性，这是我们犯罪过后的这个心态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去抵挡它。而箴言二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做一个大概的总结呢，这个懒惰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人呢？就是常常找借口的人，然后呢贪睡，然后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对的啊，所以呢别人讲的说了，这也当成他们的借口啊，所以他们自己觉得说我知道什么对我自己最好。 OK， 然后呢他们这样的人哦，懒惰的人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弟兄姐妹，箴言呢在遍布在箴言，我随便找三个懒惰的人会有什么这个结果呢？第一呢，他们会成为他人的奴隶。 OK， 箴言十二章二十四节，然后呢他这边讲说，殷勤的人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呢必服苦。 OK， 然后呢第二呢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途暗淡。箴言二十章第四节这么说，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呢，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就是呢，懒惰的人呢，没有什么前途的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预测了自己的未来。然后第三呢，他们会生活在贫穷当中，懒惰的人必生活在贫穷当中。箴言书第十章第四节这么说，手懒的
要受贫穷，守勤的却要富足。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懒惰的时候呢，它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它也是一种罪来的。来讲懒惰是一种罪啊，不是一种习惯而已啊，不是一种生活常态而已吗？为什么我们圣经称懒惰是一个罪哦？因为呢，工作，人需要工作，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呢，给人的命令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2:15，当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哦，上帝就告诉亚当，他说什么呢？创世纪2:15，神这么说，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 ，do his work。弟兄姐妹，神有工作给亚当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，所以呢，工作不是罪的这个咒诅哦，因为在还没有犯罪之前，神已经吩咐人你需要工作，所以我们不懒惰的话，我们懒惰不工作，不殷勤的工作，其实就是一个罪来的，就是不顺从神。而在约翰福音哦，这么说，他讲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连耶稣仍然在做事，哎，我们哪里可以懒惰？所以拒绝勤劳工作，就可能是不顺服神的这个体现。可是今天基督徒哦，很聪明啊，我们怎样来拒绝工作？弟兄姐妹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，我们的借口是什么？我们常常以着祷告啦，我们有神看顾，我们神会赐福我们的，我们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以至于呢，我们用这样的借口呢，来推卸我们自己应该负的责任，我们以这样的借口来推卸我们应该付上的代价，努力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，但是呢，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是预备我们去行出他叫我们行的事，是我们有工作要做的，好叫人看见神的荣耀啊！就在以弗所书2:10这么说，他讲什么？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我们就是你跟我，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面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做什么？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。所以神有工作要我们去做的，神就拯救我们过呢，是要我们去行善，是预备我们的，神有东西让我们做。而我们就好像这个在马太福音有许许多多的人呢，就好像在马太福音25的那个领了1000两的这个仆人一样，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拥有神赐的福气，但是我们却不去用出来。所以懒惰是一个罪来的。懒惰呢，就好像让我在想的时候讲说，就好像一个我是一个发明家，我发明了一个机器人也好，我们不是讲说你是机器人，只是比喻，就讲我发明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，它有自我意识，但是呢，它不愿意去做我所赐给他，我给他的才干，他不愿意去用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已经是毁谤，就是对不起啊，我就用对不起创造他的那一位创造者。同样，我们也是一样，神给我们有体力，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有这个可以殷勤下手工作，我们就应该去做，而不要像那个马太福音25领了1000两的这个仆人一样，到最后呢，神把他的所有都夺走，而且呢，告诉他什么？你在外面哀哭切齿，盼望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哀哭切齿的人。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懒惰？基督徒，我们不要懒惰。为什么我们不懒惰呢？我们殷勤工作有几个原因，其中有两个，因为呢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家人负上责任。提摩太前书5:8这么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呢，便是如此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我说我们懒惰，我们不愿意去
做工哦，找找很多的借口的话呢，其实呢，我们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这边讲到说，我们殷勤的工作，我们努力，我们每一天的努力的工作呢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有责任，而神给我们神在创世的时候就给了这个责任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像说你要去看守修理看守我们的家庭，去照顾我们的家人。第二呢，为什么殷勤的工作？我们的殷勤工作为了帮助他人的需要。有一句话讲到，在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，我觉得非常棒的一句话。然而呢，我们怎样去帮助别人的需要呢？就当我们殷勤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去满足他人的需要。就像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，他也有这样教导。他讲说什么呢？从前如果是偷窃的，以弗所书4:28，他讲过去你的生活是怎样，你是偷窃的，不要再偷了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事，就可有余，能够分担给缺乏的人。是的，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工作的原因是我们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勤劳的工作呢，我们需要一些推动力，对不对？你想说你要我勤劳工作，那我们勤劳工作的推动力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只看见世上的事情呢，我们一定会灰心的，我们一定有一天会灰心。我们不是在看地上的事情，我们的推动力从哪里来呢？我们的推动力是从天上的赏赐而来。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天上会有财宝。如果我们不懒惰，我们是一个勤劳的工人呢，上帝在哥罗西书3:23这么说，他讲说什么？无论我们做些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做给主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，就是我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Amen。 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做懒人，当我们做勤劳的人的时候呢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身边的这些社区有需要的人是有责任的。而当我们这样子殷勤做的时候呢，我们最终会得着神的奖赏。在哥罗西书这么说，我们做什么像是做给主的，在末后呢必得着主的赏赐。Amen。 这是第二，我们不要成为做懒惰的人。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点，第三点呢，就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，不要成为好增进的人。好增进的人，在箴言书26:17-28的重点都环绕在这里。什么是好增进呢？弟兄姐妹，好增进不等同于好胜心强哦。这边好增进呢，指的是呢无端端的，或者是爱引起争端的人，爱引起争议的人。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！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成为这样的人呢？我有两点要跟大家来分享。因为呢，保罗在格林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。对于信徒来讲，我们不应该成为无端端起争执，好喜欢跟人家辩论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样子呢，只会引起争端。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引起争端的时候呢，不是你对就是我对，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伤害基督的身体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。而当我们在争论，我们一起争论，我们在议论的人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在彼此的伤害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成为好争竞的人？然后呢第二呢，我们为什么不要成为好争竞的人？第二就是呢，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。在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讲说，你当负我的轭，学习我的样式。他的样式什么？柔和谦卑啊，不是好争竞的，不是跟人家争来争去的，不是争一口气。有很多时候是别人错，但是呢，我们不需要好争一口气呢而争得面红耳赤。所以尤其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让人，让我们让一步退一步，
海阔天空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以赛亚书57章，耶稣的榜样，他怎样的告诉我们，他怎样的谦卑，怎样心里如何谦卑。以赛亚书53章第7节，他讲说，他被欺压的时候，在受苦的时刻却不开口，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的圣经在新译本21节，他这么说，好争竞的人呢，煽动争端，就像涂鱼上的在鱼涂上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样。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无端端的引起这个争议，像火上加柴的这样子的就是不断的争吵，不断的有混乱在神的教会当中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成为这一点呢？成为好争竞的人，我们好好的来学习，因为呢，神呼召我们是要来效法他，而不是呢为了自己。当我们在讲说我们跟人家争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得回自己一些的利益，但跟别人吵架的时候讲，我才是对的，我才是对的，他不是对的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谁对谁错真的很重要吗？还是我们看重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那美好的关系，就算有时候我们争赢了，到最后我们失去了那个关系，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和睦，建立神的肢体，身体当中每一个的环节都是需要彼此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成为好争竞的人。这就是以上这三点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。今天从箴言书第26章，让我们学会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啊，不要活在自己的，虽然口里承认耶稣，但是心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却不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然后不要做懒惰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懒惰人的结局是什么。还有呢，我们要做勤劳的人，知道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必得着奖赏。最后呢，我们也不要成为这个好争竞的人，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而不是拆毁基督的身体。永远记得，就是退一步，当我们退下来的时候，当我们越去聆听的时候呢，可能呢我们就能够化解这些冲突，或者是呢当谣言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成为那个止住谣言的人。 Amen。 好，这时候呢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感谢神今天透过箴言26章，让我们学习这三点。无论你哪一点向你说话，或者是呢在神的面前你跟神说，主啊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用你的话语继续的来学习，继续来教导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我们同声的来祷告。哦主啊，是的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啊，我祷告，我需要你。主啊，我个人需要你。主啊，当我在这个勤劳上面，主啊，更加的殷勤。主啊，我常常找很多的借口。主啊，可能我看见这个借口多过机会。主啊，我常常的找借口不去做很多的事情。主啊，虽然你给我有体力，主啊，你虽然给我有这个技能，但是主啊，我却不去使用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哦，可能或许你也是一个常常爱拖延的人。今天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不要拖延，拖延也是懒惰的一种的这个体现。所以呢，让我们不要拖，让我们今日事，我们从小就学今日事今日毕，让我们好好的在学习，每一天我们列下来我们该做什么事情，好好的去来完成它。哦，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上帝，主，我们也祷告帮助我，让我知道我是一个承认真理、接受真理的人，叫我的心跟我的头脑的知识是同等的。主啊，叫我不要活出主啊知道神，但是生活却不反映出神教导样式的生活。求主你帮助我。主啊，我祷告，主啊，很多的教导
主啊，在我的过去的这个肉体的我是不愿意顺服的，但是今天主，我向你祷告，你的话语告诉我，在哥林多前书5:17，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。主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要宣告，主啊，我们有新的样式，我们有新的性情。主啊，是主你的性情，主啊，有主你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模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祷告，主啊，这样子的来帮助我们。哦，西卡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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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西克里里里里里安德，古拉巴巴巴西卡拉拉拉拉拉拉里安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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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啊，把一颗敬畏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叫我们知道神你在看顾着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在没有人的情况下，主啊，你仍然在我们的身边。主啊，叫我们对你有起敬畏之心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弃绝一切懒惰的诱惑。主啊，这些叫我们找借口的。主啊，主啊，因为环境怎样怎样。主啊，主啊，在箴言告诉我们说，主啊，懒惰的人，主啊，就想说这个路上有狮子，所以不愿意去做工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有神的祝福，我们有神的恩宠。主啊，无论这环境怎样，我要宣告，当我们殷勤，当我们负上自己工作的责任的时候呢，上帝必为我们开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你要领受这句话。今天早晨，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前方怎样，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知道神在前方引领我们，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呢，神必为我们开道路。你要接受，你要领受神的恩语，你要充满你，这时候要有信心，不要因为这个环境因为 MCO 或者是这个疫情而担心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的恩宠已经在你的前面。有一节经文告诉我说什么，我突然记得大家讲什么，耶和华正在等待施恩于他们，就是我们，耶和华在等我们，神在等待施恩于我们。当我们愿意，当我们愿意的向前走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的去拒绝这一切懒惰或者就是拖延的借口的时候呢，上帝的祝福就要临到，你就会看见你的生活，你的工作有果效。Amen。 主啊，我们也祷告，主啊，在我们的里面持续的工作，你持续在我们的心中的工作，你让我们在我们的救恩，在我们的信仰上努力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努力，来耕耘我们的这个心田，好像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树在我扎种在我们的心田的时候呢，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那美好的果子。 Amen。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，继续的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，主啊，你要带领我们，引领我们，主啊，前方的道路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不要生活在贫穷，我们前方我们要宣告是光明的，因为有主你的带领。主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是居首不虚居尾的。主啊，我们不是别人的仆人，主啊，我们是居首不居尾，因为我们殷勤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殷勤这样子做，做好自己本分的时候呢，上帝的恩宠在我们这里。主啊，就好像约瑟，主啊，无论他到哪里，有神的恩宠。主啊，但是我们也知道约瑟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以至于呢，神的恩宠能够体现在他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今天早晨，主啊，我们也要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努力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，上帝，别人或者我们自己都要经历看见神的恩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也帮助我们教导灌输我们这个概念，让我们基督徒有这个概念，奉养很好的来奉养我们的父母，照顾我们家人的需要，还有照顾我们身边人的，看见别人的需要，我们能够负上什么责任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天父，请你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这样子来呼求，继续的来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祈求， Amen Amen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这首诗歌，我要相信我今天选这首诗歌告诉我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虽然我们有软弱，虽然我们今天学习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相信神还是我们的牧者，神必然引领我们。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做结束。
诗篇第23篇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，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流利地背诵出来。曾有一位姊妹，在她要当众背诵这首诗篇的时候，因为紧张的缘故，她把第一句的后半句给忘记了。最后她是这么说的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就够了。虽然他没有能够全部的背诵出来，但他说的简单朴实的四个字这就够了，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这首诗篇的精髓，也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无比的满足。是啊，有这么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作为我们的牧者，还有什么不够的呢？他给了我们真正的生命，给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。他不但指引了我们该走的道路，还一路陪伴着我们走过每一步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分担我们的忧愁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
神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，帮助我们克服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神的爱灌注在我们的心里，每时每刻温暖和安慰着我们。在看似无可指望的境遇中，因为有神，我们仍有指望。在危难中，因为有神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从神而来的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亲爱的阿爸父，因为有你，所以我们样样都有，而且富足。你就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有你就足够了。我们相信一生一世必有你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，我们要住在你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Amen, Amen, 是的，盼望弟兄姐妹，透过今天的分享，还有刚刚那首诗歌呢，我们的生命得着祝福，我们领受神的慈爱。这时候呢，让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们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 Amen。 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这个时刻我们向你来祷告。刚刚这首诗歌，主啊，真的让我们的心感到满足。耶和华，你就是我们的牧者。主啊，我们也谢谢今天早晨，主啊，你的话语的教导。我奉耶稣的名字祝福弟兄姐妹，他们今天过着主啊圣灵充满的生活，过着主啊这个得胜的生活。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祈求。 Amen, Amen, Amen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晨祷到这里结束，我们明天继续在线上一起来连接。